现场试玩。传统纸飞机也能很智慧，手机操作左右摇摆控制前进方向，使用蓝牙控制，只要技巧够好，能飞上十分钟。它最远遥控距离可以到达55公尺，跟一般的蓝牙配对的物联网的耳机啊或什么可能只有10公尺，所以它最远可以到55公尺，并且它全机只有9克，因为它中间是碳纤维制造的。神奇的纸飞机坐起来意外简单，只要一张 A4 纸，3分钟内就能搞定。玩完纸飞机，还有无人机。资讯院除了3C 产品之外呢，这一次还加入了无人机，而我现在所在的场地呢，就是提供民众试玩的地方。无人机搭上相机，透过底下镜头，影像及时传回平板。小小的试玩空间对新手来说绰绰有余。随着各大厂牌挤进市场，也让飞机的价格不断下降，让想尝鲜的民众越来越多。而另一侧也挤满人潮，因为大老板粉墨演出。各位看到会有一个这个扫 QR code 的这个摄影头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消费者他拿的这个他的 QR code 上面会有出现 QR code。智冠董事长王俊博一身古装，为了介绍支付系统，亲自下场当起一日店长，不止示范，还现场发起红包，希望借着资讯月推广自家支付系统。三立新闻余承虎、吴凯中台北采访报道。